pass to Perry Jones。三分外线，辛特利的出手 ，bang！ 一八分的差距，曾祥军一个人在这个感觉游戏场里面运球。好，这个下球哦，被吹走步是哦，这个比较不容易去接手。好，麦在辛巴面前投。野兽冲得最快，接一道箭三双线，球被拖进，辛特利中距离 Perry Jones 没有篮板，哇，辛特利 out of nowhere。那现在啊，在这一战当中，我们看到工程师在防守端做了一些改变，很明显的一个改变。辛特利，周桂宇带过来，没有人在第一时间看防他，篮板球被祥军拿到，辛特利弧顶位置装饰一个。太可怕了，不好了解辛巴的位置在哪里。对，毕竟有他是一个控卫，底线辛特利出手了，地板球再给 Mike， 罚球线的跳投，球又弹进，哇！十二分差，看看没有辛巴的这段时间，辛特利开一个后门，待会底线的石伯恩，待会给 Mike， 三分线外没有人看守，经过掩护之后的出手投进 ，stagger screen 帮忙射手制造球没有保护下来。所以你左看右看，还是给辛特利，在哇哦辛巴面，哦，哦，裁判说没有犯规，辛特利外线出手回击一记外线，哇，这就是辛特利在后场肖顺义就防守他。这球虽然没